被狗咬死的。因为我在现场，它因为它不是狼，它是那个杂交，它这是杂交，它不是纯不是狼，一下子就把它咬死了。这是也是公安省请的猎犬吧？今天早上五点钟，它在村民那里，门口睡了一晚上，村民打开门看见它了，拿个棍子一赶，它跑了。村民就报了警，报了警，我们就带着猎犬什么就赶过去了。就在那个肇事都昨天发现那个地方下面有个龙城呢。还有三大人，昨天晚上一晚上大家都没睡觉。一直还甚至还几人有危险，那不打过来的。